这次是算是我演艺圈有史以来遇到最困难的一个通告，最困难，我花最多时间上的一个通告。其实呢，他们这个通告问了很多艺人，其实很多艺人其实他们都不敢接，不敢接，不敢接，哦，宁愿饿死都不要接啊。很多有这么困难，很多朋友啊，那个赵哥嘛，赵哥啊，客房哥啊，国贤哥啊，这些接到电话都说不行，这个我太 CP 值太低太低，而且出来表演。还会被人家笑。怎么啦？讲的好像要上刀山下油锅一样。对，真的很难。来看看挑战 VCR。Yeah， 我在大热门跳的舞呢，几乎都创下百万的点阅率，所以这次我要挑战是什么舞蹈呢？放马过来，没在怕。好熟悉哦 ，BTS 啊，我女儿现在都在看这个，很帅。谢谢谢谢，这个钱我退。干嘛干嘛干嘛？谢谢，再联络。脸还在抽动。对呀，我这个老虎都不可能啦，而且我以前跳舞都是跟女生一起，这一次腿够腿，我不想练。我帮你找了世界舞蹈大赛第七名的舞团来帮我。新的舞团。哇哦！哇哦！这个是背心 S 三附件舞。哎，老师，你稍微看了我一下，我这样有办法跟你们融入吗？绝对可以。确定？对。因为这一次的舞，我稍微刚有电脑看了一下，是防弹少年的歌曲。对。那我们不能，因为我是防弹中年人。要看练，老师。没错。来吧。一块石头练习舞蹈，还戴着白手套。哇塞，这样在练，好危险哦！真的感人，感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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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比较适合这一首。集训了一个礼拜，就三个字，想放弃。真的太难了啦，那个记不起来啊。出外景都一直在练，真正的外景那个节目没好好录，舞也没学好。好，我今天再来练看看，再试看看，看能不能把先把动作整个先把它背起来、记下来，再去稍微把动作稍微修一下。垃圾哦，垃圾哦，垃圾垃圾好。整个礼拜都在练这个歌，是甚至晚上睡觉还会激动，突然会坐起来。所以你看，人就是一个转变呐、啊。以前要叫小光哥好好讲话都讲不了，是啊，现在变得还可以讲笑话，还可以表演魔术，现在竟然要表演舞蹈，这才些都会跳舞吗？好感动啊，会。
你哦，你会跳是跳哪一种？敢在蔡佳林老师面前说会跳？对啊，应该是国标舞，没有陪小孩跳。陪小孩哦 ，twice， 对，听的也很新，听的我都喜欢，就是爱听哦。哦，所以其实舞蹈还蛮难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对啊，所以跟小钟哥一样，就是很难记舞步。没关系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只有一个重点，哎，就是一开头进去那个舞蹈的时候，不要落拍就好了。对，一开始很重要，一开始很重要，头过身就好像唱 rap 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有唱进去的话，后面就乱掉，没问题，会卡住啊。跟你一起跳的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找这个 IP Lockers， 哎呦，这个是这算是世界级的舞曲 ，Mic Drop， 来一起带来表演。完全笑不出来，嘉玲老师，嘉玲老师太帅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表演，就是小钟哥让别的艺人觉得要吃这个通告下来，你一定要保持一个水平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双赢是老师们，如果连老师们都可以把小钟哥教成这个样子，真的，他们是非常棒的。IP Lock， 对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厉害，很信心，很巧，很信心。蔡佳玲老师最后给出决定是否成功。成功哦，哎，这次真的有赚，谢谢小钟哥，这次真的有赚，来个六。四次，那我再恭喜了，以后经常回到大热门，我们欠你四次 ，OK， 好吧，没问题，四次试试，现在到年底，要比平常发的还少啊，那么辛苦干嘛？好辛苦，平常发的再加这四次，好不好？感恩，谢谢小东哥，谢谢小东哥。